今天开心爸要给我们全家剪个头，第一个是奶奶，下面是开开心心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对，儿子投喂了，前两天给奶奶染了一个头发啊，感觉颜色买的淡了一点，餐巾纸先给包起来。奶奶，如果说开心爸爸剪坏了怎么办？坏了，换了一个。你下来啦，星星，好吃吧？这巧克力，这个在 Costco 买的，很好吃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把鞋子穿起来，再短一点。托尼老师，奶奶，你知道现在在外面剪个头要多少钱？女孩子要剪个头，差不多要40、45块，再加小费。男生剪个头便宜点，像开开心心那样，15、20、20块钱吧。现在15块钱基本上没有，所以开心爸这么一剪，就给我们全家省了100块。我在家里31块钱，31块钱，哪来的一块钱啊？双十一，他往跑了开，门一开，豆豆门一开就往外窜。星星，把他拉进去。你说这小狗怎么乱跑？真的是，一开门就往外冲。外面有车子怎么办？开开心心看看爸爸给太太剪的好不好。我觉得可以了，这个长度很好，别剪到耳朵了，小心一点。开心爸爸很厉害啊，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都做，还会赚钱，还会剪头发，真厉害！一会儿开开心心剪啊。Make a wish. Oh, thank you. I wish 开开心心 have a good day. This is easy. 你们不冷吗？不冷啦，不用去穿外套啦。刚才不是还冷的吗？跑两圈就不冷了。奶奶，这里连个镜子都没有，一会儿把你吓到了怎么办？剪得不好看怎么办？不要紧啊，老太无论你怎么。开心爸爸，奶奶相信你啊。奶奶剪完头了，我们出去买两条鱼。还可以是不是？还有哪里要修一修？然后开心爸爸给开开心心剪吧。我们去买两条鱼回来，谢谢啊。感觉如何？啊，好的，很好，是不是？嗯。开开心心，到你们剪头发了，你们谁先剪？我们要买点什么吗？我跟奶奶去超市逛超市。啊，汽水没有，别的呢？黑水。我说的是买菜、买肉、买鱼。买 snack。安全带系好，我们走了。身上穿的都是开心爸爸的衣服，这两天我也要去买两件，挺好的。嗯，哎，便宜了，1.97块，平时都要3、4块钱一袋小黄瓜，打折呢，2块钱一袋，买一袋。去看看海鲜，看看鱼有没有鱼吃。我们买整条鱼是不是？买一整条，然后再买一点这种碎的鱼。嗯，两种鱼还拿纸包好了，总共15块。这个家里没有了是不是啊？没有了，我们买两盒。哎，有没有大盒的？那就买两盒吧，两盒10块钱。这一盒鸡肝就不到2块钱，两包馄饨皮。找了老半天了，就是找不到鸡精。找不到就算了吧，下次换一个超市再找一找吧。嗯，鸡精找到了，2块多，但是这个鸡精可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，但是这个就是鸡精。今天就浅浅的买一下吧，不知道开开心心的发理好了没有。开开心心车库都关门了，估计头都剃好了。对，你是开开还是星星？星星。哦，你的眼镜呢？啊、哦，要洗澡是不是啊？好，去吧，真帅，这个头发剪的。开开，开开还没剪好呢。辛苦啦，开心爸爸。快点把衣服穿好。哦，那晚点再换别的裤子吧。快点来妈咪抱抱。头剪得太可爱了，过来给妈咪看看，哪里痛啊？哎，真好看，开开，真帅，辛苦了，开心爸爸，谢谢爸爸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吃晚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大家觉得开心爸爸的手艺如何呢？我们下期见啊，拜拜。